训俭示康，司马光。吾本韩家，是以清白相承。吾性不喜华靡，自为汝儿，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，辄羞赧弃去之。二十舔科名，闻喜宴独不带花。同年曰：“君子不可为也，乃簪一花。”平生衣取避寒，食取充腹，亦不敢拂垢壁以矫俗甘名，但顺吾性而已。众人皆以奢靡为荣，吾心独以简素为美。人皆吃吾故陋，吾不以为宾。应之曰：“孔子称，与其不逊也，宁乎？”又曰：“以曰失之者鲜矣。”又曰：“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”古人以俭为美德，今人乃以俭相诟病，奚易哉？近岁风俗尤为痴靡，走卒累世服，农夫蹑丝履。吾记天圣中，先公为群牧判官，客至未尝不置酒。或三行五行，多不过七行。酒沽于市，果止于梨、荔、枣、柿之类，肴止于麸、海、菜羹，岂用瓷器？当时士大夫家皆然，人不相非也。会说而礼勤，务薄而情厚。近日士大夫家，酒非内法，果肴非远方珍异，食非多品，器皿非满安，不敢会宾友。常数月盈居，然后敢发书。苟或不然，人争非之，以为比吝。故不随俗靡者，盖鲜矣。嗟乎！风俗颓敝如是，居位者虽不能进，忍住之乎？又闻习李文静公为相，置居地于丰丘门内，听事前锦容玄马，或言其太爱。公笑曰：“居地当传子孙，此为宰相听事尘埃，为太柱奉礼听事以宽矣。”参政鲁公为谏官，仁宗遣使急召之，得之于酒家。既入，问其所来，以实对。上曰：“卿为卿望官，奈何隐于酒肆？”对曰：“臣家贫，客至无器皿肴果，故就酒家上之。上以无饮，亦重之。”张文杰为相，自奉养如为河阳长书记时，所亲或归之曰：“公今受奉不少，而自奉若此。”
公虽自信清约，外人颇有公孙不备之机，公以少从中。公叹曰：吾今日之奉，虽举家锦衣玉食，何患不能？故人之常情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奉，岂能常有？身岂能常存？一旦异于今日，家人习奢已久，不能顿俭，必致失所。岂若吾居危去危，生存身亡，常如一日乎？呜呼！大贤之深谋远虑，岂庸人所及哉？